大哥，您别误会，我也就是随便说说。误会个屁呀！误会，我跟你说，宋老三，那天晚上明明是因为你和李石头因为赵大头吵架，我可是帮着你的，反倒诬陷我。啥也别说，还钱，还钱！哎，大哥，您别急，我请您吃饭。去去去去，走走走。 这个陈大人的断案思路很清奇嘛？大人一向如此，快刀斩乱麻。什么都还没问清楚呢。在大人眼里已经非常清楚了。他对断案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？二蛋子死以后，朱大长一直神志不清，他的话怎么能信呢？你听到高一刀的话吗？那天晚上和宋老三吵架的是李石头。宋老三肯定有问题，先回去吧。 这次我真是见到大世面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累死我了！讲讲。哎，你们不知道那南京啊，真是太好了，竟然有那四个轮会跑的那个叫洋车。汽车。哎，对对对，汽车。人家有电灯，还有能说话那叫电话。没见过吧？回来了。头儿，怎么样？累不累？不累，头儿。胡爷还赏我们每人五块大洋呢。哟，他发财了。是啊。孔大哥。什么？ 你就是新来那个女警察，叫胡萱萱是吧？我都替他们两个说了。哦，你们是胖哥和大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刚哥和强哥都说过了，我就是胡萱萱，你们要多多关照啊。查的怎么样？我胡萱萱出马，那是肯定的，都查清楚了。 这个李石头呢是个光棍，今年28，平时喜欢喝酒，经常出入张嘴拦架，说话做事讨人厌，嘴还特别毒。乡城地面上和他发生矛盾的人数不胜数，数不胜数。嗯，哦，这个李石头我知道，这个人降城没人不烦他，人家小姑娘相亲，他说人家思春；人家老太太穿新衣，他说人家发骚。最可气的来了啊，人家老人过寿，他给人送纸钱，哇，整个乡城都得罪差不多了。哎呀。 那想弄死他的人岂不是遍地都是？破案太难了。小强，有没有吃过臭豆腐啊？臭豆腐，吃过一次，特好吃。哎，什么？你小子太不仗义啊！ 为何告黑庄？啊，谁叫你和朱大肠吃猪下水的时候不叫我？活该！就为这点下水，今天我让你吃个够啊！还有你最爱吃的猪大肠，我要回家了，改天再吃吧。 这不是那个高一刀，是高一刀。
还他们前年刚去衙门吃冤了。是啊，这申冤就死了。我听说当庭就无罪释放的呀。对，怎么就死了？太邪乎了，太邪乎了。跟李石头一样溺水而死，身上同样有淤痕，怀疑也是被人给害的。三天溺死两个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不说了身上有伤，怀疑被害吗？你能不能提升一下查案水平？对，这活不能干了，这船也不能要了，闹水鬼呢？闹水鬼？怎么可能啊？真有事？赵大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方捕爷，这可真不是我胡说。你看这是啥？哎，各位都看看。连兄是谁啊？你是不是失忆了？威武！永刚，说说怎么回事？是县长。当时我和小强正在巡夜，我俩走呀走，走呀走，走呀走。说重点。我们就碰见鬼了。哦，对，哎，这个女鬼美不美啊？我忘了美不美，我也不知道，记不太清了，没看清。哎呀，这个女鬼她不美，有点可惜呀。大人，我，啊对，说什么呢？走，宋老三，这高一刀怎么回事？高一刀，请我吃猪下水，我们俩就看见河面上飘着金灿灿的金元宝。你等等，金元宝飘在水上，河面上的金元宝除了你还有谁看到了？高一刀死了，那就没别人了。这么说来，高一刀的死亡经过你最清楚了。是的，孔捕头。孔雪莉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了。来人呢？在。从今天起立刻贴出告示，闲杂人等一律禁止靠近河边，除了我跟师爷郑桥。是。晚上无事早点休息。啊，对的。我跟你说呢。请。哎，兄弟啊，你还真敢进去。怎么了？听我的，换一下啊。呸，害人情。有本事过来呀，下一个就弄死你这臭老娘们儿，天煞孤星，去死吧你！你活不过今晚了。大老爷们儿，欺负姑娘。没事，没事，别管他了。今天都不知道多少回了，昨天还有人往里扔鸡蛋呢，说我家里有水鬼。就因为那个纸人啊。我哥临死前放下狠话，要降城不得安宁。我看他是安宁吗？我这个妹妹可就难办了。为什么方栋一看到那个纸人就能联想到是你哥呢？因为我哥脸上有一块和那个纸人一模一样的胎记。张大嫂，去干嘛呀？现在连张翠兰都不理我了。嗨。今天是不是又没有生意啊？我是天煞孤星，我哥是水鬼，这地方谁还敢？李石头，刚一刀，你说你们也没个后人杀的，咱们呀也算是相识一场。到了那边呢，谁也别怨谁啊，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家，有钱的官爷、公子哥啥的。哎，你们呀，可别忘了我啊！不要紧，平妹妹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，我命硬，我不怕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身后。要是全世界都喜欢你，那你得多普通啊！怎么还能是我孔雪莉爱的女人呢？你终于会说人话。知道我是独一无二的了，
那这个水鬼怎么就栽赃到我哥头上了呢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说了一万遍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妖魔鬼怪，一切都是人作祟。不好了，张翠兰掉水里了！哎，又出事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赶紧！送他回家去。春雨娘娘，那不是鬼。什么？水里的东西和那纸人一模一样。都是你害的！不会的，一定不是我哥。有人栽赃嫁祸，大家都说是你。行了，没有鬼，说了都是人骗人。鬼会被鱼叉打伤吗？会流血吗？那可说不定。书上都说了，厉鬼化为一滩脓血而死，可见鬼是会流血的。你再别胡说八道，走。你再胡说，撕烂你嘴！是不是被冤死？行了，都别看了，散了吧。我等会儿回去给你抓两副药，吃个几碗就会好了。他呢？送他回家了。嗯。孔捕头，我欠你一条命。哎呀，这都是雪莉该做的。起来，坐。我的个乖乖！难道林雄没死？嘟囔什么？林雄当年花天酒地，撩猫逗狗的，将伯父给气死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个孝心突然就来了，断指发誓，说要重新做人。又是断指又是胎记的，这连昭生也太好认了吧？我见过他，他圆圆的脸盘，白白的眼睛。这里还有一块胎记呢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确定？就是他，就是连超生。他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们都是知道的呀。他现在来索命了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断案吗？我也想帮你，但鬼的事我也管不了呀。你别说话。孔雪莉，你放弃吧，人是斗不过鬼的。我不都跟你说了，子不与怪力乱神，那些都是假的，你明白吗？人骗人。你要是再这样搞迷信，不接受我的科学思想，呆板落后，老古董，咱们还怎么愉快的当朋友？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你闭嘴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千百万年来的传说都是假的吗？风雨雷电，阴晴圆缺，就没有主宰了吗？这些科学都已经解释过了，水气遇冷化为雨水，正负两极碰撞产生雷电，只要条件满足，一切就会发生啊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安静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水气又是怎么来的？你说正负电极产生雷电，那电极又如何产生呢？这些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，你不要抬杠好不好？这又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照你那个逻辑来说的话，河面上浮着的金元宝，还有水里的女人，你要怎么解释？以你的科学逻辑行得通吗？这些还用我跟你解释吗？这些都是凶手安排的。只不过我还没有找到证据，我
一定会找到的。还好吗？是不是你也觉得是我哥？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你有多久没给连兄上坟了？清明节刚去。我去准备点东西，今晚我们一起到河边祭一祭吧。什么破水鬼，快点出来行不行？老板娘还等着我一起吃饭呢，你不饿我还饿。时运不济，人心叵测，吾兄离此大祸。兄素性慈悯，宽容仁厚，必不至以个人私愤残害生灵。苍天有眼，尘冤已然昭雪，吾兄有灵，自然安息。言有尽而情无穷，呜呼哀哉，上想。连昭生在天之灵，也要怪你们不懂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生前被人冤枉，死后还让人误会，命可真够苦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。乖乖，你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你不撞我不撞，海平何时把头昂？我看你是已经准备好英年早逝了。你这个方栋，你怎么咒我呀？说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也没有，水鬼怂了没出现。你是大富大贵的命，我找大师算过。我还说你命里缺我呢。别闹，人的命数都是天定的，你还真以为你的命有你不由天哪？你哪来的我的生辰？我让方栋从你的履历上抄的。方栋兄，那不是我，我被鬼附身了。那是假的。假的？嗯。那真的你告诉我。哎呀，忘了。你说说嘛。我忘了，回家睡觉去了。哎，你怎么一说生辰就跑啊？是不是心里有鬼？大晚上的鬼鬼祟祟，干嘛呢？那儿，赵翠兰家。哦，听歌唱曲儿。
孔雪莉，你游够了没啊？被吓的明明是我，你还敢丢我在这儿？你出来！你再不出来，我走了。敲门啊，大姐！你还好意思说啊？你丢我一个人在河边，就鬼要吓死我了！什么鬼啊？就有一条船，船上面有女鬼。去看看。哎，你衣服！是这儿吗？你们俩一直在这巡逻吗？是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看到那儿有纸船。纸船？没看到啊。我也没看到。不可能，明明看见了呀。没有骗你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大晚上叫我来河边望天，你耍我是吧？赶紧回吧。我没骗人，我真的看到了。萱萱，我相信你看到了啊！你走啊！早点回家啊！哎，你有本事吓我，你出来！萱子啊，哎，走。我就不信我抓不到你。出来！怕你啊！看了一晚上星星啊。谁叫你不信我？我一定要抓到那只鬼。回去吧，白天鬼睡觉。那我就天天晚上来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他。行了，赶紧回去洗头吧。头发不能天天洗，懂什么呀？你有没有找张翠兰听过曲儿啊？我不听曲。三分钟前刚跟我说过，要不你也去找张翠兰。没事儿，方兄，我懂你，大家都是闲人。怎么，你对戏曲有兴趣啊？讨厌。哎，你猜昨天我在张翠兰家门口看到谁了？谁啊？不告诉你。张大嫂，张大嫂，张大嫂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张大嫂，我们来看你了。
谢谢两位爷啊。大嫂今天的气色不错。嗯，还可以，就是这个胸口，老是扑通扑通的乱跳。哎，方捕爷，你帮我看看。哎，嫂子手上的伤好得好快啊！把这个贴上，活血化瘀的。谢谢。大嫂，我听说李石头和高一刀因为你打过架。真有魅力。别闹了爷，我有什么魅力啊？人家一直都是孤家寡人呢。大嫂不要误会，大嫂您也是靠劳动致富，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。那你就别说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先走吧，不要打扰人家休息。好好好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大嫂，昨晚赵大头来找过你吗？嗯。哎，你有完没完呢？哎，行行行行，哎，走吧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我话还没问完。走了。你没看见人家被你说的脸都白了吗？你说话能不能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啊？那还查不查了？我知道你不拘小节，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下别人对你的看法呀，毕竟你还是个捕头。我就不应该带你来，在意这在意那的，我这个捕头趁早就别干了。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，难道你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吗？我谢谢你啊。那个张翠兰明显是在说谎，我就是想让她尴尬紧张，她才能露出更多的破绽。这是查案的方法，你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再回去问问吧。要去你去，还一起吗？啊？哎哎，我知道方栋兄是好心帮我的啊，谢谢了。呀，看着像只羊腿啊，怎么绕这儿了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，你水鬼的妹妹就敢欺负。哎，干嘛呢干嘛呢，让让让让，我不在就欺负我的平妹妹是不是？这羊腿是谁扔在地上？不知道是谁扔了就跑了。扔完就跑挺刺激啊。是你们干的吗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。那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知道。啊，正好，今天晚上我吃羊腿，也跟大家说一声，连升酒楼是我罩的，以后谁要再想过来找麻烦，我就对谁不客气。都散了吧。我这话说什么？走走走，我买菜去。怎么就是找不着呢？你干嘛？我以为水鬼呢。你才是鬼呢，别胡说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儿抓鸟。你在这儿干嘛？你这么多才多艺啊。哎呀，我还会歌唱呢。你是不是针对我？你欺负我姐妹。哦，你跟那个老板娘是一伙的。我问你啊，人家孔大哥喜欢莲姐姐，莲姐姐也喜欢孔大哥，你干嘛非要插一脚？生米没煮成熟饭的，你少管。我就要管，怎么着？不服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揍你啊？文大小姐怕你啊？来呀，大小姐，谁怕谁啊？你还敢先动手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看你年纪小，不然我……你也知道自己老了呀？我打你信不信？哎。
是什么？不要转移注意力啊！哎呦，破案呢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昨天盼到的鬼。你怕不怕？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没意思。断案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吸血的那种鬼，你怕了没？你哄小孩啊？我在查，又不是闹着玩，哄你干嘛？我还是女侠呢，吸血的鬼我也不怕。啊，算了。哎，那是谁家？那不是赵大头的家吗？赵大头？嗯，就是那个船夫。嗯，走去看看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吸血的鬼！叔，你好啊！小琳达，干啥去了？我去抓鸟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头叔再见。干嘛呀？我有新发现。有话赶紧说吧。我在赵大头。不好了，头，有人要杀林生囧头。神话像话都是嘴里的假话，吃着瓜装什么潇洒。唱吧，狐假虎威本事一天比一天大，呜呜呜呜呀呀呀呀，桃花叽叽喳喳，嘻嘻嘻嘻哈哈哈哈，天
家。